解题，直流机构造。以上构造中有几项是属于转子部分。好了，第三题。第三题呢，问说哪些是电部，哪些转部杆？转部有四个东西，哪四个？转轴、电枢、铁芯。上面有什么东西？所以要怎么讲？电枢、绕组、绕在电枢、铁芯上。然后由拉到哪里？前面这边叫做什么？拉到换相片，然后中间灌过去什么东西？转轴。所以有四个东西，哪四个？再一次，电枢绕组、电枢铁芯、换相片、转轴。OK， 好，那我的电枢绕组拉出来，那换相片上面压什么东西？那电刷是固定的还是旋转的？固定的，第一个，他说厂二是哪里？厂二就是机壳。好，可是电部还是转部？电部。来，换相器就用什么片？换相片。电部还是转部？转部。再来，主磁极铁芯，这边主磁极铁芯，电部还是转部？电部。再来，电枢绕组，电部转部？转部。再来，电刷，电部。补偿绕组在哪里？主磁极的极面上放的绕组叫做什么绕组？所以补偿绕组电部还是转部？电部。再来，握刷器固定这个面刷的叫握刷器，电部还转部？电部。下一个，电枢铁芯，好，就空间这边。所以里面总共有几个是电部的？那转部的你不说，有哪几个是转部的？换相片、电枢绕组、电枢铁芯，所有几个？三个，好，这是第三题。答案为猪三项。